开始，1:52，对啊，剩一小时，一小时。差不多就是回家的路。小心还是没事。我这边堆好多。对啊，是我爸那边比较少。太阳出来了。3点收到4点 OK 嘛，对不对？够吧，很够吧，很够吧。对，刚好三点下雪，3点这样。怎样？就是滑到3点，不用提早。对啊，3点应该很够了。对啊。那就只是把它擦干包起来。就是让它有干的时间。都可以啊。啥？那该不会是那一个吧？不是的，我看背后有点像。不是的，是很娇小，很可爱。没看到脸啊。哦，不一样。那算吗？上午是一个比较胖一点点，黑黑的，然后下午才换的，下午像是 Janice， 什么 Janice？Junior 的那种。Janice。哦。什么 Janice？Janice，Junior。你要说 Janice， 有粉粉面的吗？那种感觉。反正等一下应该也是看到他了。去哪里啊？有点亮，眼睛就算了，保护眼睛。
基本功。哦，捏。膝盖，我是膝盖。都是用到这里啊，下侧两条，左右两条。我昨天洗澡也在弄。而且我左脚踩的比较确实啊，所以酸都先酸这里。我的右脚还踩不确实，所以右脚还不会酸。所以我现在要加强练右脚踩的那个力道，要建立这条的信心。星星的笑，没有露牙齿，没有牙齿。翘脚。你不就翘吗？因为我两只要并在一起，我谁要伸长？我怕我踢到你，然后你就挨。那我这样，我要这样，我这样就舒服了。我要脚腕。一直往右切，往右切，往右切，切回到熟悉的路线就好了。那这次 non stop， 我慢慢的走。一点点黑，短短黑哦，不是吧？不是吗？那个短短黑的下面接着那个缆车接的那个绿线。短短黑，应该在那个 lift 那条路线你才看得到，这里是看不到。这个就是我们上午讲的封闭的那条黑线，这里看不到短短黑。但是不是哎、欸，这可以滑，它可以滑，它是反过来的。我们今天刚刚有滑下来。短短黑应该是那，也不是啊，那个，你看到这个横过来再下来的没有？这就是缆车下来的那个绿线啊。然后这个转弯的那个背后就是那个短短黑，那一个。哦，那个缆车。对啊，缆车一下来切进来，不就是那个短短黑吗？很多人在尝试，我连屁股。下午比上午冰一点点。坐在缆车上看觉得很斜，实际滑还好。没有，我在下面往上看你好不好？我觉得我要抬头看了。对啊，以斜度来讲，它确实有点斜。我觉得我的八方加强训练往下不怕了。你没有看我很急转弯的吧？我以前是很急啊，一转弯就摔倒，因为我很紧张。然后在八方练出来不会怕了。就知道踩紧它，没有，是敢往下，因为会，我不是跟你讲说知道了，往下其实不会飘太远，所以不用怕。你是说面向下，还是说上半身往下顶？不是面向下，我以前是很害怕，所以一向下马上要转弯，然后自己脚卡到，然后就会摔倒。我常常一转弯就摔倒，因为脚卡到或者站错边。其实关于脚卡到这件事啊，也是因为你的另外一只脚越来越不偷踩，越来越不偷踩的话，就不会去卡它。然后越来越不偷踩，你也会越来越平，所以就这都是渐进的。我都不会怕往下了。就是滑雪要练一个，除了练习惯以外，另外一个就是练心理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怕的那种动作，往上面说，全部都是怕，全部都会让自己的重心坏掉，然后重心对了，踩下来才会稳。戴了帽子暖，但是就是很想去捞捞它，紧紧的这样。全身暖暖。然后回来，两脚轮流。按摩，今天用到蛮多这里。紧右脚，我很难倒了，我今天倒了一次。
转黑。我有路啊，咚，出发，而且还这样咚，然后而且我觉得你翻过去，然后我想说你这应该板掉了吧，结果你就站起来了，我就想啊，为什么没有拖板？然后插进去了，插进去停了，然后人又停不住，然后就转过去，所以是插进去以后转身。但是并没有拖板啊。没有，我刚自己看我的影片看很多次，看你。对啊，就是你的导法非常神秘。然后转身转好了就继续滑。对啊，是怎样？你如果是学单板的话，看我的这个，看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你要是是单板的话，你就有点像有一种人，就是下去，然后不小心摔倒，滚一圈又假装没事，站着又继续滑，以为是在表演特技。志贺就见，不是志贺，奥志贺就见，对不对？就跟这里类似的。嗯。就我们雪场就差奥志贺没滑到吗？还有熊之汤也没有去。奥志贺跟熊之汤。对啊。最这边跟最那边，算吗？如果这样看的话，类似。最地图正确的话，最东北方以及最东南方。然后东北去。差不多了。今天也没什么强风，也蛮滑起来也蛮舒服的。嗯，我觉得只要不要下雨就好了。你要下雨，我可以直接不出门啊。我的学艺更糟糕。我是说，以后下雨就真的是直接不出门啊，因为太吵。我们现在已经有两种经验了。一种经验是说，不是封面那种下雨的预报，不是封面的下雨的预报，有救，就是上来就变雪，然后是封面的这种就没救，因为那是一头暖空气，就是要下雨。我都遮好了吗？是啊。鼻子没有出来。出来一点点。我看好了吗？好了，好了。又是大量的雾树冰，条条树冰。没有啦，阿拱多少在那？阿拱多少是白色的，但他还有个 lift 在旁边。拱多少啦？他要回来的话，他要做比拱多少还高的一个 lift， 才回得来我们这里。哦。应该是刚。你说平行他们这样的，对，但是地图上标它是说两边都可以走，所以理论上它应该是很平的一条路，会推到死两个方向的。嗯，来看看是接力赛的赛应该是了，没换班了，不是吧？正主，他这代是戴眼镜哎，不对啊，不同一个啊，可爱的小帅哥不见了，是另外一个型的，另外一个型，还是他坐在那里面。换班，往右一点。好，你可以啊，我可以用滑的，你可以走远一点。
条。没滑过的 beginner course。怎么会太陡呢？
馆的这边边啊？装潢旁边的房子是西馆的这边边吗？房子？什么时候的房子？旁边有房子，是西馆的这边边吗？现在在南馆哎。我说那边。我没有在看风景。再看一下。不管，反正现在又要坐二号了。你在，你在，你在跟在我后面要刹得很用力还是？不是啊，是有些路要刹车。嗯。你说啥？哦。要不要？是。你 non stop 吗？啊？用你的刹车就会比较累，用我的速度你就会比较累。为什么？你不是冲比较快吗？冲比较快的刹车法，我也不知道。还是我在用更慢一点的速度？因为这刚刚那个绿线我们没走过，不过刚那个绿线超轻松啊。哪有？我觉得这因为我冲太快，如果刚同一个绿线用慢的速度走的话，就会很轻松。反正现在就只走我们熟悉的线了，那就慢慢滑，这是用很慢很慢的速度滑。看时间。2:17到3:00为止，有40分钟，40分钟滑下来，花10分钟上去，花10分钟，最多也才4趟，我猜我们会滑3趟，就这样3趟。嗯，然后就东松就回去了。其实看看心情体力啦，滑4趟可能3:05十分还可以啊。算了算了，就是总之就是这样。因为拱多少时间就是固定啊。对啊，对对对。有画圈圈的地方才可以画。什么？什么东西？左边是雪道啊，左边是我们刚滑的吗？我看到有人在滑、欸。这样滑好惨。你说什么？上网好像很惨。之前下雨吧，我看他们树冰应该都不见。Only 什么
们的什么。吃午饭就好了。拍什么？哦，帮别人拍。嗯。我看他也在练技巧，这样。他练很好。我今天在说什么吉尔吉斯啊？嗯。吉尔吉斯在哪？叫弥勒佛，可爱。小叮当水泥厂。啊，他说。我看到你刚看的那个。改造的小叮当很糟哎、欸。跟滑雪，完全是猪头。怎样？为什么有人在讲话？这么近，这个斜斜的。哎，行。现在才走了三分之一。对啊，我现在看啊，现在还有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然后我们十六分上来，22-16，六分钟。我印象中这个缆车就是十分钟啊。怎么分析？请东莞二楼的西馆。
说的是两个餐厅可以用啊，不代表这里可以用啊。那我看到的是别的东西吧，我就想说这上面装也太先进了。哦，拉狗狗，狗狗拉他了。可以发现哦。嗯，他就是狗狗拉了他的好。到了，你刚才三分之一，然后就到了。对啊，差三分之一了，我讲讲反了。你很想要 non stop 吗？没有，我们已经都有了。这一次就随随便便滑，只是我跟在你后面，然后累了就要休息一下哦。哦。你喜欢 non stop？ 不用，我们两个都有了。你有吗？你这段没有啊，你这段我放我跟你后面啊。没有啊，你本来就一直跟我后面啦、啊。我们没有那么急，我们只有慢下来而已。就这样，看到他了，看到这个方向了。对啊。接回来了。下去到底有多长啊？我们这样一路下去有多长？回去看就知道了。几应该有到公里吗？还是几百公尺？应该一公里一定有吧，我觉得。我刚刚拿不，因为被这个卡到，拿不到。是吗？好像哎、欸。反正就这样。那我这次也要拍，那你帮我拍。这里又没有那个，我帮你拍哦。好啊，不要。不用的啦。滑一滑啊。最后三趟的呢？三趟吗？我觉得我们会两趟就来拍。就算试试看啊，我。好毛啊，好毛啊。好啦，我还是我跟你。你我跟你啊，你自由滑、啊。他滑哪个路？滑回广州啦的路。回广州啦，回二号广州啦。冰块，
服一点就好了。好，一小。天气很硬吗？所以害我花很大力气爬墙。很大，哈哈，很大力气吗？你有花很大力气哦。我在后面就松松的跟着你。我在练习在很近、很近、很近的距离，却又能控制住的那种距离。不会，不会。
想插那边，你说右边，我才冲过来。啊，什么意思？好笑。好，现在看时间，刚是16分嘛。然后看看这样一趟花了多久。34。啊。34减16。很赶呢。18分钟。明天再下一趟就不行了。哎，你要三趟哦。那就2趟就好了。就换我跟你了。那是啊。对啊，换我。我很紧张。不是，那这趟就要滑到七馆了。不是不是，这趟再下来，然后再上。那不就跟我原来预估一模一样？哦，你现在这个意思吗？总共就这样就有3趟了。这哪是3趟，只是坐。现在是坐第二次。坐3个车子，但是滑就滑2趟。滑3趟，回去也是滑。坐3次不算呐。哦。坐3次就一定要滑3次啊。好，你要跟我啊，我要很慢很慢很慢搞。我觉得啊，你现在的程度跟我上次差不多，所以我如果滑很慢的话，你也许会觉得刹车刹得很累。对，你反而膝盖会花太多力气。不过你跟我的那个保持距离可能这么长，我跟你也不一样，所以我也很难讲说到底是快好还是慢好。可以中等吗？可以中等吗？好啊。你要卫生纸吗？我有。你拿的比较方便，你就拿。我要，我就没关。里面有什么？嗯，很好，没什么。你怎么会没关啊？里面有什么？卫生纸。没了。气场药。气场药在这下面。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没关的。嗯，不知道，真的不知道。那我要一张。就一支口红。哦，我知道了。但是我这样拿出来把那个布拆插收回去的时候忘记了。在车上吗？嗯，对。那就是上班的时候。刚才你跟着我来，我没有掉东西的。我不知道。你不是跟在我后面吗？我没有掉东西，你不会知道啊。我有一直盯着你看，但是我观察的是你的 pose 跟你的速度。哦，但是我觉得不好滑哎、欸。不好滑啊。我觉得很冰很硬，然后没感觉，都不想摔倒，所以我一直很小心的，不想要。膝盖快，越来越痛，越来越硬。对啊，跟我算的一样啊，就是下来10分钟，上去10分钟，然后一次20分钟，然后从16分开始，所以有一次、两次、三次，大概3:15回去。不过3:00整就到了。下一次再坐上去就已经3:06了，好不好？还是3:10了？现在是40，37，现在已经坐上来了。16+20变36啊，36+20变56。还要再坐？哦。然后再滑下去，那不就大概3:15了吗？是。有点赶。还是这次就回去，让你擦干一点。不要啦，我就想跟你一次耶。好啊。你刚不就已经跟我一次了吗？刚是有吗？有啊，你刚有跟我啊。那是从那边来的，都不一样，那是滑绿的，不是吗？那边回来的别的路。我们这个缆车是坐第二次了吧？还是第？第二次啊。第二次啊。哦，那我们刚的下来是我跟。我跟你啊，你跟我对，刚刚这一趟是我跟你，因为这一趟我们早上第一趟就是我，还是我跟你，对，就是你没有，你没有，哦，没差了，这是可错吗？还是真的是他来找东西啊？下面有人，不是可错吧？是他故意滑这里，为什么要滑这里？他自以为这里有松雪，对不起，等下来找东西，有可能。不，这种缆车也能掉出去，他是故意的、喔，他是故意要滑吧，累死自己。摸，嗯，等一下要先拿号码大的那个牌子，整理雪具。毛巾也在那里面了吧？雪包里。嗯。而且我就说，他的那个我们平常拖鞋子那边，他都会有那个毛巾，去拿他的鞋来擦。拖鞋子的地方。拖
过其实前面不都有架子吗？架子上都有一些粉红色的。是拖板子的地方。挂放板子。都有粉红色的毛巾，觉得应该是官方的，现在还擦一擦。它有没有线绑子？没有。没有、啊。那就拿进来擦吧。这里面啊，这拖鞋子的地方哎、欸。哦。好，反正有的拿，那当然是拿用。先拿他的，再拿自己的。好啊，没有，你要先等一些些时间，让它化一点点，然后再擦擦擦。先擦干净、啊。那是在外面的事。总之，先刷再擦，找个好位置。应该。现在大家应该还没回来吧？希望。因为缆车还没停啊。对啊。所以应该是很悠闲的时候，所以你这个你选这个时间确实是好。不见得哦，所以大家也累了就收工。没有吧？但是整体来讲都很悠闲啊。不过你啊，观光客坐上去，他就只能在上面看一看，没了下来。你说什么？观光客坐这个缆车上去，这是可以上下的嘛？对啊。他坐上去了，他这个上去也没一个平台。像有些是，就他们就弄那个拍照啊，拍一拍就走。没有啊，没有那个。那个板子啊。你看一下刚拍的，应该是 speed。拍什么？我们拍的应该是 speed。哦，你说图形、哦。刚这个是雪板。哦，你说不一样。我突然发现，我后来想一想，我觉得好像不一样，而且我记得我们的里面有三只，包含我们自己有三只，我都没认识，但是这边只有两只。我的相簿有点锈斗。你是用 iPhone 拍的啦。哦，好。我相簿有点锈斗，它卡在一个画面，我一直离不开。我刚刚讲的是这件事。我把它关掉。我们是4:02的车，不管。对啊。是 K 啊。你说三只哦，包含你这只啊？对对对对对，这是三只，然后那个到这边的那个就是雪板，只有两只。好，我就要看我当掉的那个相簿，真是莫名其妙，当掉啦，没有好的，弄好的，没有，就这样。我觉得这个意义没有很好啊。至少不会感觉危险了、啊，就是可以。松雪我才觉得没有危险。啊，好了，摔了不痛。就最起码不会紧张了。下午就是这样，所以大家都要强化上午啊，上午跟下午的差别。所以你说是不是滑雪的时候都要赶着上午去滑最开头？越上午越划算，越下午越不划算。那除非那一天天气是整天下雪，那整天下雪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下午积太深，那难度那就要看下多大，难度也会变高。不过之前都没碰过这种状况。就下那么大，你说像我们第二天吗？对啊，第二天那真的太大了，完全用别的技巧来滑，没有技巧可言，一直摔倒而已。
手机闹钟叫了，就是三点的提醒啊。看不到，提早的。现在2:50。对啊，就坐车回头啦，对不对？啊，3:10。第三趟了吧？没有啊，当然不要啊。现在就是要回去了，就是这样。走啊。走啊。我刚很花力气，我努力的练习压很压那种弯。你可以看我拍的，但是有些地方我离你太远。没关系。我继续了。我看影片，我就可以知道我是自我感觉良好还是还 OK。冒出来，你要卫生纸吗？我也在等。我正在用啊。哦，所以还要新的？不用。Konnichiwa。嗨。Konnichiwa。Konnichiwa。日本語勉強する。勉強中？勉強中。うまいですよ。上手。No. どこから来たのですか？台湾。台湾。はい。他们有问 you slow， 这我怎么讲啊？慢走。私も苦手。中国語？中国語を勉強中？うん、苦手なので海外に行った時ね、アメリカ、ニュージーランドで、スローリー、スローリー、スローリー。いいね。プリーズ、スローリー、スローリー。English, slowly. So you, Japanese, slowly. いいね。だから、よくわかります。よく、よく、よく。知道、讲慢一点。
いつまでいるんですか？いる、日本いる？日本、スキーシーズン。シーズン中ずっと言うの？ジャニュアリー、フェブラリー、マーチ、だから去年、フェブラリー、フェブラリー、はい、ナイデイス、今年、ここ今とフェブラリー、白馬行く？あ、白馬？白馬行く？ナイス。滋賀はいつまで？白馬はいつ行くの？白馬。白馬。いつすしゃま。いつは When? When? あ、February。February、2月。はい。来月。来月。他们那个很难念。違う。はい。他什么1日、什么日、那个很难念。It's very hard. Your date is very hard. It's different. Different. 你違うね。言い方があるから、一つの言葉でもワンワード、ツー、スリーの意味、はい、難しいね、はい、でも日本人にとって私にとっては嬉しい、日本語を学んでくれるのはLearn the Japanese. 嬉しい、ハッピー。簡単。日本語簡単。日本語。簡単？简单是简单吗？然后呢？对他们来说，很简单。It's easy for you to speak Japanese, right? Hard. Where you live? どこ住んでいます？私、はい、埼玉県。埼玉県から滋賀高原。How many days? Four days. 四。不知道哎。我也不会讲。Another trip. So, でもまあほぼ this ski area. Only. なんですね。I like ski 滋賀高原。Oh, you like 滋賀高原。ここは大きい。そう、ビッグ。うん。はい。うん。很大。うん。对啊，很多雪场可以逛。そう、スノーパウダースノー。うん。ね。白馬も同じ。same。でも白馬。多い。マンゴー。マンゴーマン。あ、マンゴー。コ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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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そう。全然ダメ。そう、白馬イズはディフィカルトね。Too many people。はい、他们是那个的 maker。嗯，对啊，他们就是在那哇哇哇，然后就变一大堆啊，对啊，应该是八宝欧呢，八宝呢，哎，都使い切り、行きました。啊 ，OK。ワンダルスラス、そう、白馬、八宝ね、使い切り、うん、青木子。隣同士にいっぱいある。うん、長野イズメニーメニースキーエリア。中野グッ。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学校好大。是比较粉，真的、哦。对呀、啊，你这是我跟你。哦，回家的。然后慢慢的回去。好，安全回家。飘的，铺了那一层，你就会更安心。开始下粉笋的，九九 go go，
就这一班的三点零五吧。只有一个人要上三点十分。你不要管什么晚一点点，总之就是这样。就是这种车嘛，对不对？对啊。而且哪个方向呢？这里下的是小冰块。一小。没有啊，现在上面很少啊，我的上面很少，少到不行。嗨。粘在上面呢。进去会融化，融化再用吸干就好了。好嘞。算了，我就这样了。那我去领货了。好、ですですね。54番。ありがとう。はい、そうですね。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よし。
关起来。